又下腿，偏高偏外侧一点呢，感觉拉得很紧啊。我又看到那个外星人，眼睛看到啊，他那个刚才临牌的时候不是看到这个外星人照过来那个云嘛，乌云把它盖住了啊，盖住一个，现在他用了一个很重的一个东西压在他那个压在。像个横梁一样的东西，不是圆的，像扁的，横梁一样的东西压在发射架和背离之间啊。现在有个东西这样横着压着啊，把它压住了啊。这个现在飞不起来了啊，银子上去了啊，银子上去了哈，还飞不起来了啊。关键问题是什么呢？那个压一个发射架是往外斜的啊，现在发射架是往外斜的。这样啊，现在是这样的样子，我看他们有什么本事能够那个发射架把它掰直啊？我估计他们这个没本事了啊，没办法把那个发射架掰直了啊。现在发射架是斜的啊，一头隔在飞机上面，一头隔在那个发射架上面啊，有一根东西就斜的啊，这个他眼睛看不见啊，但这个斜掉他们是看得见的啊。现在看，接下来你们看看新闻。都看看新闻，他们怎么处理这个发射架斜了啊？这个已经被那个因为临界期重要，我估计他们已经掰不直了啊！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